8月24日晚，王菲从西藏回京，当天天后戴着口罩从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闸口走出，谁知再怎么全副武装也不敌粉丝的火眼金睛，出闸后粉丝一路跟随，还递上本子求签名。向来颇有个性的王菲非但没有拒绝粉丝的要求，还露出俏皮表情，一边喝着饮料一边耐心地满足了几位粉丝。